弊，眼前之事正气郎。拔刀衙门还不行，我是下代马来自问首级，以表当年桃园盟誓之情。你个黄年的下代马来自问头目，免得你张三爷动起手来，你家张三爷动起手来，对你这黄年的有些不好看不？等快十三了这。前夜感觉就挺大过啊。哦，前夜。以下人少了吧。老夫人何时观看？
我看看这个刀好了。